这个就是我的沈明章，是不是很帅？哎呀，很高兴这次来能够参加小师妹周子妍的这个首次 MV 的拍摄。那我们这个小师妹长得又好看，唱歌又好听，相信这次 MV 拍摄的也会非常非常的好看，希望大家敬请期待这个疯起来的时光。谢谢，是男主角啊！谢谢。二，机能。大家可以动作大一点。热，冻着了。我这个汗腺不太发达的人都今天都发达了。为了配合我们小师妹的这个首支 MV 疯起来的时光，特别棒。只要是这个过程很开心，因为开心所以不觉得累，因为快乐所以我们会觉得过程很快。今天想演帅哥老师没演成，想演帅吧老师演成了那个邪性，就是怎么说呢，因为大家需要高兴嘛，然后我只能逗逗大家开心啊，然后最后就变成不小心入戏就变成邪性了。起来的时光，对，今天我觉得可以改名叫热起来的时光。今天真的很热，今天真的很热。明天见，拜拜。开始喽，来，放开了，先别，等会儿，快点，点了，想开，放了，来放烟花，放点，开跑，开心，只有一次烟花。淡淡的，我觉得有点不早一点。
更没有甜头，就是笑得太久了，有点僵了。就是一看到他，然后我来一块甜头。